时间差不多了。哆啦 A 熊，哆啦 A 熊，哆啦 A 熊，你为什么不理我？我要开门喽！哆啦 A 熊，你不要再吃了，那么胖了还一直吃，靠背啊！好了，那不然你不要吃这些嘛，你吃这个。什么啦？是铜锣烧哎！吃完记得起来动一动哦，我要去跟静香约会了。哇！哎，大雄，你家厕所在哪里啊？我们家厕所在这里啊，走，我带你去。我跟你说，我们家的熊会后空翻哦。这。你是谁啊？我是谁？大雄知道啊。你到底是谁啊？吼，我是哆啦 A 熊啦，都认不出来。那你怎么变成这样子？啊，我就吃了你给我的铜锣烧，就变这样啦。吼，你真的是，静香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熊熊卓玉彤，我现在位在的地方呢是市民大道，我平常健身的地方。We Finis， 然后呢，因为我们这一次联名的这个田野新进的铜锣烧呢，它是主打生酮甜点，低糖的，所以呢，它是健身啊，或者是你想要减重的人是可以吃的。那我们现在马上进去找教练，给他试试看看吧。Go go go！好的，他就是我的教练 Jerry。嗨。哎，讲真，最近健身圈是不是很流行生酮饮食？它其实有流行一阵子的。那生酮对我们人体有什么好处？生酮它其实就是把你体内的三大平常我们摄取的三大营养素啊，蛋白质、碳水化合物还有脂肪，这三个里面我们把碳水化合物拿掉。那其实一般正常来讲，大家都想健身或是减重的人其实是不能吃甜点的，打妹打妹。但是我跟你说，我现在这个是生酮铜锣烧，哇哦，它是甜点，但是是健身或是减重的人可以吃，你要不要试试看看？好啊，你可以选一个口味，它有很多口味，你喜欢吃什么口味？其实我都 OK。好，那你自己来者不拒，来者不拒。哎，草莓。我吃草莓。好，你吃草莓。好，来初恋的感觉，这个吃跨嘛。这个是冰的，对，它是冰淇淋的感觉，但是它的内馅跟它的饼皮全部都是生酮。我个人最喜欢的是吃巧克力，但草莓我也蛮喜欢的，老人家也很适合，因为其实老人家不能吃太甜。就是冰淇淋口味的铜锣烧，对，但是比较没有那么甜腻，对不对？可是应该不会到不好吃吧？还不错，还不错哈，还不错吃。因为讲真，这个健身房呢，就是生意非常的好，然后有非常多的很在意身材的一些学员们，那我现在就要拿这个去找他们，请他们吃。可以吗？去骚扰你的学生喽？可以，没问题，请骚扰。好，我们去骚扰学生。Hello， 你好，我是熊熊。哎，怎么称呼？Donald。哎，那这个给你拿一下。好啊。哎，你是刚健身完吗？对，刚上完 Jerry 课。那刚上完课是不是需要补充一点热量？就蛋白、高蛋白啊之类的。你试试看这个生酮铜锣烧。我吃过。你吃过？我吃过。真的假的？大概是去年十月吧，我去那个清境农场玩。对。然后那时候我也是在运动，所以我去清境玩的时候，我还就是。逼自己饮食，我还吃得很健康。然后刚刚走到一家店，他写生酮铜锣烧。哦，你就想生酮可以吃？对，可以吃。我就狂买，就是我买了有什么巧克力口味、草莓口味，我忘记了，反正我买了七八个，因为我知道那可以吃，然后我又爱吃甜点，我就狂买。哦，所以其实对于健身的人来讲，你很想吃甜点，但不能吃，对，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。但是现在有可以吃的，是不是？那你刚刚吃过那些口味，我找一个你没吃过的。伯爵奶茶怎么样？还不错，我很喜欢茶嘞。你试试看这个伯爵奶茶。我
我试试看。好，你试试看伯爵奶茶。哎，很好吃。跟铁观音比差不多，不都是茶味。我都很爱，很像铜锣烧冰淇淋，嗯，就是我们小时候印的那个饼干冰淇淋饼干那个。对，但它比较没有负担。对啊，当然。好，那这个就送给你吃哦，还是你要再多拿一个？不用了，再拿一个草莓。啊，再给你一个草莓啦，好不好？好啦，怀念的草莓。健身辛苦啦，好啊，谢谢，谢谢啊。Hello， 安德烈教练你好。Hello， 下课了吗？对，我下课了。那你帮我别一下麦。OK。那你下课了，行不行？来，我帮你别好了。好，这样。你下课了，那我请你吃甜点。我平常都不吃甜点，不怎么吃。没关系，我跟你说，教练一定是不可以吃甜点的，因为他以身作则。但是我这个是生酮的甜点，生酮的甜点你吃吧。嗯。好，那你要吃什么？蔓越莓好。好，那蔓越莓给你。你试试看。好。好吃吗？嗯，好吃。他睫毛好长，他睫毛一直在诱惑我。我这对不起，我已经直接歪楼了。你之前有吃过生酮的食物吗？比较少。比较少。嗯。那你觉得这个甜点就是跟你以前，你应该以前有吃过甜点吧？有。那跟你以前吃过的甜点有什么不一样？比较没有那么甜。对。因为它是以健康取向的，对，它就是铜锣烧冰淇淋，但是它的这个饼皮跟这个内馅全部都是生酮的，嗯，所以像你们健身的，你们运动完之后吃，其实是可以补充蛋白质的。那教练这个送你吃哦，谢谢。教练单身吗？我不是。哦 ，OK， 那麦还我，你走喽。好的，我们今天一日乱入健身房，算是非常的成功。那这个田野新鲜的这个铜锣烧呢，也获得了这些健友们的支持。健身友人的支持，他们大家都觉得蛮好吃的。那我自己本身也有在吃，因为我觉得健身的人真的很辛苦，我们已经这么努力运动了，还有这么多东西不能吃，不能吃甜点，这是一个天大的这个痛苦，好不好？那如果你是健身的或是正在减重的朋友，你都可以选择田野星星的这个甜点哦，然后一定要认明这个田野星星跟 Bear Queen 的联名，铜锣烧上面才会有这个 Bear Queen 的这个 logo 哦。那如果喜欢我的频道，记得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，拜拜。我们走吧。哎，我们家机器熊会后空翻哦。真的吗？我要看。嗯，你看，笑死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熊熊周玉彤。我现在位在的地方呢是四名，还是四名？